近日，李小鹏一家三口出现在上海虹桥机场。当天，欧丽穿着粉色外套，戴着帽子，由妈妈抱着来到机场，好像一只小树袋熊。办理登机牌时，奶爸李小鹏为了逗奥丽开心，身子使劲后仰，不顾及明星形象，真是有够拼。李小鹏还与妻子甜蜜接吻，嘟嘴的奥运冠军萌萌哒，一家三口其乐融融。搜狐视频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近日，李小鹏一家三口出现在上海虹桥机场。当天，欧丽穿着粉色外套，戴着帽子，由妈妈抱着来到机场，好像一只小树袋熊。办理登机牌时，奶爸李小鹏为了逗奥丽开心，身子使劲后仰，不顾及明星形象，真是有够拼。李小鹏还与妻子甜蜜接吻，嘟嘴的奥运冠军萌萌哒，一家三口其乐融融。搜狐视频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